的阿爸天父，谢谢你，主，今天是你所命定的日子，在这当中我们要自由的欢呼来赞美你的圣名。主，今天是你给我们正在我们教会当中，你的圣灵就在这个时候要运行，带下平安医治的恩典在我们当中。我们今天在你的殿里面，主，我们要得着全然的释放，主，我们要得着全然的恩典，主，我们要得着全然的喜乐。在我们心情低落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想起你对我们的温柔，让我们坚定地相信你的手臂扶持我们走一生的道路。在你恩典的承诺当中，我们相信在我们一生的日子，我们没有什么窄路是不能度过的。我们更相信在我们一生的日子当中，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说，主啊，我们一生都不离开你。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全部献上我们满满的赞美，献上我们满满的欢呼，说，主啊，今天我们进奉你的名到你的殿，我们在这边聚会，你就让我们得着全然的安息，将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的所有会众交托在你的手里，求你看顾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，更看顾保守我们的传道，透过他口中的讯息，主，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得着更新，得着生命的喜乐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时间，祷告不配，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，阿门。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今天的圣经节很短，第二节到第三节。我先念一次之后，我想邀请会友一起开口，我们来同念。我先念过一次，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二节到第三节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连结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而为合一的心。那我们再一起念一次。凡事谦虚、温柔、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那我们以下时间要交给我们的传道，我们传道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讯息是馨香达人，馨香达人，将时间交给我们传道。